我是来自重庆，喜欢音乐，想尝试学习跳舞，但是双手双脚极力反对我的张延启。大家都不介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手双脚是如何反对你的。对对 对, 对，直接就来了，因为你的实力挡不住你啊，来吧啊。还可以啊，你跟刘宇宁一样，上半身舞王啊，哇，啪啪，哇，好厉害这种、啊。没有反对你啊，帅气，是手没有反对、啊，很不错呀、啊。其实我来之前也觉得自己练得蛮不错了，但是我来之后突然发现有这个舞的原发布者在现场。啊，谁呀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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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博哥哥。哦，来了一博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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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博跳得好腼腆，太不想跳了。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提升的空间还大不大，或者是有不有可能跳到像一博那么好？其实我觉得只要努力，所有事情都能做到嘛。但是我现在的实力好像理性分析了之后，发现可能还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。没关系啊，好好的唱歌一样的很好。关键是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你，没问题的。嗯、好，谢谢，棒棒哒，耶！好，谢谢高天鹤。